8月28日，赵丽颖、王丽坤、王子文、苗苗、黄景瑜等明星现身上海参加迪奥品牌活动，各位明星都是盛装亮相，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。看看大家没有 P 过的照片吧。赵丽颖身穿一件复古绣花吊带裙，优雅十足， V 领的设计更添一丝女人味，整个人状态极好。前两天她和冯绍峰牵手逛街被拍，十分甜蜜，难怪俗话说恋爱中的女人最美啊。而王子文依然留着那个标志性的短发，对这个发型是真爱啊。穿了一件红蓝金颜色碰撞的长裙，颇具独特魅力。王丽坤则穿了一件引着大花蝴蝶的黑色长裙，妆容精致，然而胸前的这只大花蝴蝶却遭到不少网友吐槽，直言好土气。苗苗则身穿长裙搭配格子西装外套，显得十分干练利落。张雪迎则身穿一件黑色短裙，还扎了两个小辫子，显得俏皮可爱。两位男士黄景瑜和韩东君都是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帅气十足，魅力爆表，看了各位明星的造型，不得不赞叹都很养眼啊。就算没有精修，状态都相当不错。你觉得谁最赞呢？